市长高雄市啊，他的育儿政策第二胎从6000的补助变成10000块，这是不是一个买票的行为？没有，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配套的。我觉得这样哦，社会福利措施就是你要有配套措施，你要不要排户，要不要，还是有一些有他应该不会是不分青红皂白全花，应该还是有个发放的标准，或是发放的方法。市长，你说这个福人社是这个肥羊，你说这个福人社是肥羊，可是林世荣说你脸书把自己当成三大王，就是有点猪队友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那个2012年哦，这个有40000名国际婚姻社社友要来的。后来想一想，这规模恐怕比世代还大，因为我们世代才12000名的运动选手，而且这个2021年的这个国际婚姻社是40000名，所以这个要好好准备。所以会觉得现在很多人在批你，会觉得大家是在用你当刷存在感。那也还好，那也是日行一善的。那我们现在是要争取的。要跟他们招手，我们抢得过高雄吗？这通常是不用抢就会赢的嘛。为什么？台北还是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重心嘛。那个你要，这除非是没有地方了，不然大家还是会在比较好做生意的地方。要不要得罪陈局长？来，我们那你怎么看你的两个北捷的董事长都高升中央，现在这个董瑞斌也要去接任第一？就是表示我们台北市是很好的这个人才训练场，好吧？那你觉得高雄方的这个状态是好的？你有新的属意北捷董事长人选？你是不友好意思，电台嘛？市长，你有新的属意北捷董事长人选吗？属意的人选啊？因为这个太突然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让啊，我们这个我也学到一个，不要急着补的，就是说有空缺啊，我们就慢慢找人。那你的物流公司？物流公司。因为这个议会也有意见了，会趁机再整顿一下。那可以再问一下，食用水那个资金来源会有问题？其实它是这样的，我们那个教育基金里面本来就里面就有相当多的存款，啊，所以坦白讲，这种有时候你现在就要决定明年9月的预算，的确是有困难。啊，所以常常就是，这是现代这种公家机关为什么拼不过私人企业，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里。就是那资金的调度非常的僵硬。好。